黄佑君同内地名模奚梦瑶今年七月结婚，今个月22号仔仔就出世啦，仲系呢一代之中嘅第一个男丁添，24岁就做老豆，喺赌王家族中都算早啦。好奇妙啦，仲系适应紧，好开心，多谢大家陪咗咁耐。OK OK， 已经学识咗点样喂啊，点样扫风啊，我算系啦，咁唔清楚，等佢觉得身体 OK 舒服，好自然，系 OK 冇问题，冇问题。好健康，好子都好健康，一啲问题都冇，多谢大家关心。有冇话点样奖励奶奶啊？奖励佢啊，咁诶礼物集方面都要讲啦，不过一定会轻手啦呢啲。咁听啦已经。有讲啦，咁一定系佢又中意，咁又第时 B B 又用到型啦。咁会唔会想追多几个啊？阿妈实想嘅，我都想，大家都系好中意细路仔，我都希望啊。防身真係有細佬，自己細個兄弟姊妹咁開心，希望佢都有呢個嘅成長嘅經歷。3个以上啦，不過太太可能聽到唔開心，咁辛苦。你想係仔定女嚟嘅？之後啊，冇壓力啦，所以就係啦，冇壓力就少少錢，而且係兩個都開心。如果女嘅話，可能阿欣都開心啲，問佢自己壓力少啲。